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史莱猫，欢迎收看实况野球2021中信兄弟季赛模式。今天的先发投手是廖以中，对上软银的武田翔太，我们就开始比赛吧。本季跟软银的第五次交手，那原本是黄恩寺要先发，但是他的体力还没恢复完毕，所以先派出廖以中。然后今天威城也轮休啊，因为状况不是很好，而且有点疲劳了。好，廖以中今年表现还不错啊，防御率只有 3.64， 两胜零败。来练投吧，这个玉山大曲球。最后来投个直球吧。好，比赛要开始了。第一棒是周东佑金，快腿啊！第一球挥棒落空。好，连续两颗好球啊！这球偏低了，被选掉。好，一个滑球进到好球带，超级刁钻。本到二棒的中村华，先来左个后门，是好球啊。好，再来是内角球，哇，太低了。哇，这球咬中啊。好险没有出墙，是一支二垒安打。哇，被咬中啊，好险！差一点点就出去了。可是下一棒是柳田啊。好，两好球了。三球三振啊！好险，好险！本到四棒的 Glacial， 皮球进到好球带，连续两球 Nice Pitch， 哇！等一下失投了，是长打，三子贤接到回传，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啊 ！Glacial 带有一分打点的二垒安打。软银先取得点，这还是五棒的立原零死啊！立原零死，好，这球拉回来，在一垒方向，一垒手许基宏接到自裁垒包，可惜啊，这局掉了一分啊，两出局之后掉的分数啊。好，软银的先发投手武田翔太。一样来看一下变化球种，垂直滑球，然后一个曲球，球速152啊，但是好多负能力啊。好，来吧，底球偏高，哇，投手正面啊，传上一垒。一出局，轮到二棒的陈子豪。连续两颗坏球。连续三坏球啊！那我先不打，除非红中啊。好，一咬三坏。哇，打高了，捕手截杀出局啊，直上直下。再来是三棒的许阿翔，第一球太内角了。哦，这球偏高啊，掌握到，
中间方向的穿越安打，再来是四棒的张志豪，先做一个牵制啊，然后外角球挥棒落空，这球一样打高了，应该是被锁定了，接杀出局。ブラザーズファーストランナー残塁1回が終了しまして1対0です。好，回到软银的进攻了。デスパイネ DH 啊，这球哎呦惊险啊，被中外手张志豪接杀了。轮到牧原大臣用击手，哇，意识到了啦，可惜可惜，一直内安打，轮到松田宣浩，热男啊，先做一个牵制，因为垒上跑者的速度很快啊，好，果然跑了，哇，可是好像传歪了。传的比较偏向三垒射啊，是有抓到 pitch out， 可恶啊！好，两好一坏，就游击方向，他将二垒的跑者是被冻结住了，太好了，两出局，二垒有人啊，跟第一局一样的情况，轮到甲斐拓也，这是再见安打的甲斐拓也啊。哇，三垒方向，苏伟佳掌握住了。好，这局没有掉分。来了来了，追分时间啊！要好好把握武田翔太慢热的这两局啊！是不是啊？这球打得非常深远啊，直接夯出去啊，直接一个红中的速球。怎么可能不打、啊？一时轰了耶！这是第二位来到双位数全垒打的打者詹子贤，本季第十轰。中间方向的全垒打、啊，这来打击轮到一垒手许基宏。哇，地球打到坏球了。这球有几手来接吗？可惜啊，许基宏的速度比较慢一点。轮到第七棒的苏伟达，外角的直球没有进到好球带。还外角了。这球中间方向的飞球。被中外野手掌握到，两出局，轮到捕手陈家驹。游击方向小飞球被接杀，好，这局靠着詹子贤的阳春炮追平了，追平的比数啊。好，轮回到第一棒周东佑京，地球偏低啊，滑球。好，一好一坏，走个后门，被打击出去啊！但是左外野手掌握到了，詹子贤将这球接杀出局。轮到二棒的中村晃，这球有点挤压到，詹子贤移动到定位接杀，延续处理了两球啊！等到柳黄，挤压到了，这球运气啊，运气不错啊，形成安打。先做一个吊球啊，柳田优起还是盗垒成功了。
哇，传一个弹跳啊！只好专心对付打者了。好，三振啊！这颗玉山大狙，哇哦！2アウト2塁のピンチでしたが、なんとか踏ん張りました。3回の表が終わって1対1です。好，打击轮到鲲鱼九棒。先頭バッターはこう。一球是内角球，进到好球带。第2球。一好一坏。第3球を投げた。高めボール。这球打到坏球啊，但是形成安打。落点非常巧妙，刚好越过游击手。打击轮到岳东华，地球挥棒落空啊！继续牵制啊！第二球是坏球。又打高了，中外野手掌握住接杀出局，后者回到一垒，打拳到陈子豪，哎呦差一点啊，哇又打高了，这个滑球没打好，再打拳到徐阿翔啊，先做一个牵制，又是中间方向的穿越安打，现在是两出局，一二垒有人，回到四棒的张志豪，这球很刁钻。又打高了，冲啊冲啊！哇，这局也可惜了，一个滑球打成冲天炮啊！三局打完了，两边还是一比一啊，连安打数都一样耶。打局到立原临时，这球。中外手掌握到接杀，一出局轮到六棒的 Despine， 内角的滑球拐进来，再来这个直球被拉回来，左外手退，然后接杀，两出局了，轮到牧原大成，好、哦，这球挥一个空棒啊。投げました。ストレートはボール。インコース高め。第4球を投げた。打ちました。这球拉回来形成界外球。第5球。投げた。ストレート。然后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。廖宇中真的蛮强的。跟现实中不太一样啊。好，打击轮到詹子贤，前次打击是一发全垒打。地球是好球，第二球打成插棒界外，中间方向打得蛮强劲的，但是被二垒手拦到了，形成一出局，再来是许基宏一垒手。又是这种球啊！又是被游击手拦到，然后传向一垒，一样是跑得不够快啊，跑得不够快啊！好，轮到苏伟达，外角的滑球是一个坏球，三坏球哎、欸。打ちました。
但我还是打了，没打好啊，跟许基宏一样。好，前四局打完一样啊，还是一比一啊。廖以中进入到第五局的投球，首先先面对到松田宣浩，第八棒。今天以中表现的真的不差、啊。哇，拉回来，跳起来没接到。詹子贤漏了一下，但是没事啊。哇，被打安打了，而且是手棒打者啊。詹子贤球接好啦，轮到捕手甲斐拓也，要短打了。哎，二点水飞球啊，谢谢。短打失败了。哇，没有，没接到啊，穿出去了。阿坤没接到，穿越出去形成安打。哇，遇到危机了。打局轮到中村晃。哦，回一个空棒啊！第三球はインハイ際どい球ボール。第四球を投げた。あの球。第五球投げた。打ったに当たりだ。ショートライナー。これで。好，两出局啊，一个平飞球。轮到柳黄啊，超级危险的。第九。哎呀，好险好险！我害怕哦。哇，这个坏球啊！不会吧，不会吧！哇，一个重击耶，三分炮啊，本季第十二轰了。不愧是柳田优起啊！哇，见一次被打一次啊！这个紫砂球其实蛮低的啊，直接炸裂。看以中可不可以把这一局吃完吧。哇，又是咬中。他要上二垒了。来得及啊，是一支二垒安打。一垒方向，自裁垒包。这局掉了三分啊！一口气打了四支安打，得了三分。好，轮到我们反攻了，陈家驹啊！哇，结果第一球，这个滑球我还是没有掌握到啊！轮到阿坤，只能靠你了，要先开启攻势啊！哇，又来，感觉不太妙哎、欸，这场比赛。再来是岳东华的打击，要先追分啊！插棒界外，游击方向滚地球传向一垒，三人出局，五局打完了。反应四比一啊！我要换投手了。已经撤完五局已经不错了。我要来换魏硕成，电投一下吧。紫砂球，然后这个是变速啊，然后最后来一个曲球。一球紫砂球让 Despine 挥棒落空。哇，投得这么好，还是被咬中啊！但是是一垒安打，
软银感觉打开了。落地形成安打，情况非常糟糕。哇，传这什么啊？传这什么啊？哇，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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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非常非常不妙啊，现在。好，两好球啊！没有人出去，蛮累啊。哇，这坏球！挤压到，好，一出局啊！滚到第一棒的周东，打高了，游击手退啊退啊！好，两出局了，绝对要解决这一棒啊！踢球是坏球，好险，一个速差、啊。这球打到左半边，被詹子贤接杀，真的是好险。没有人出局，满垒，但是没有掉分啊。啊！举人到陈子豪，哇！打的什么球？不行不行不行，着急啊！好，再轮到许阿翔，慢慢追分啊！游击方向是一支内安打。好，终于有安打了。哇，结果是双杀了。傻眼，打得很好哎。哇，剩三局可以追分啊，有点危险啊。而且不能再掉分了。界内，而且是二垒安打、啊，太扯了，柳田优起啊！这球很扎实啊，很深远。跑者冲向了三垒。不需要安打就可以得分了，拉回来再界外，非常非常危险啊！哇，强劲的安打、啊，因为曲线的关系啊。七前必穿越啊！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啊！这场放推了，放推了。二垒方向传向一垒，两出局，三垒有人啊！加油啊，魏硕成！好，做得好。太好了，被接杀了。最后三局的反攻，打局轮到詹子贤。加油加油！这球打得不扎实啊！再打局轮到许基宏，又打高了。
七棒的苏伟达。这球应该可以吧？内安打，还有机会啊！打击轮到陈家驹。哦，穿越出去形成安打，一二垒有跑者，轮到姜昆宇啊。第一球是坏球，好险好险，界外。哇！右击方向滚地球，传向一垒刺杀出局，留下一二垒的残垒。还是没得分。好，最后两局了。打击轮到松田宣浩。好，第一球就打了。内野飞球。哎呦，断棒了。好，这球进到好球带。岳振华接到传向一垒。中外方向被中外一手张志豪接杀。好，反攻反攻，第一棒开始啊！换投手了。来看一下变化球吧。紫砂球、慢速需求还有滑球，球速157啊。第一球是好球。哇，这也是好球啊。两好一坏。中间方向的平飞安打，一垒有人了，轮到陈子豪。先往一垒牵制。好，有推进效果啊，但是出局了。轮到许阿翔。二垒方向传歪了，失误啊！轮到张志豪，前置，这球偏高啊！拉回来，终于穿了。许阿翔冲啊！谁叫你要传二垒？好，先追两分。张志豪赞啊！这球超强劲的。好，轮到前一次有开轰的詹子贤。这球是界外球。哇，中间方向追两分而已啊。好，轮到换投手了，加迷真啊。爱打林志胜，大师兄加油啊。拉回来是一次安打，追到一分差了。那有阿 K， 太帅了！
轮到尾达。加油加油！这球非常深远，非常深远。二三垒有人了，还差一次安打，好紧张啊！好后吧，轮到家驹，但是我要代打了。有谁可以代打？好像没有人啊，威神烂烂的。啊，该不会只能靠家驹自己了吧？真的啊！我要冲本垒 ，safe， 逆转啦，逆转啦！一局攻五分啊！相信家驹，换投手，山上一树。看一下哦，还有 V slide 啊，然后弹指需求啊，然后卡特球球速160啊。继续安打。打不完。超级大逆转啦。好险好险，我以为要输了。好，轮到一棒的岳登华。哇，打高了！好，三人出局啊，这局攻了六分，直接逆转啦！看一下哦，好像不用换手背了。一垒手，好，就这样吧。但投手要换喽，出场吧，李正昌，救援点啊，防御率 3.72， 七次救援成功。哇呀，不要失投啊 ！OK， 击球152啦。好，游击方向，传上一垒，一出局了。等到柳黄，今天有三支安打，差一支三垒安打。好球！这个滑球一样挥棒落空。这球中间方向，一个滑接。张志豪今天超级关键的，nice play 啊！好，两出局了，轮到 Gracial， 第一球滑球进到好球带，打成二垒方向滚地球，岳登华传向一垒。太好了，又赢了！今天的 MVP 会是谁呢？李正昌啊，还有打出那个超前安打的陈家驹，而且是逆转的安打啊，投捕搭档啊。好啦，这场太帅了，顺利顺利。好，魏硕成捡到一胜啊，然后李正昌的第八次救援成功，加迷真只是吞下了败头啊。哇，差点就要输了，超级大逆转。小野寺选手入团。
这是怎样啊？好，下一场比赛一样是跟软银啊，应该是黄恩寺先发了。好，这边写廖宇中啊，但是我会调整，应该是黄恩寺先发。那我们就先玩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史莱猫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